局長，請你解釋俾我哋聽，點解我哋不國發牌？因為一男子因素。乜嘢一男子嘅因素？握手啊！佢就係一男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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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素啦。請你不要九説一男子。我出嚟啊！我哋好高分噶，拎出嚟。我報告，基於機密條例，我唔可以向你公布。如果你個黑色箱裏邊有啲咩乸渣嘢，你跑咩？誒，我就唔係，我就係，喂，哎，在份報告裏面，我們不是排最尾的。本澤，你現在是什麼態度？就是你一個人太長進，你就拿到牌，請700多人回來，現在又炒了320人，你這樣完全是商業決策錯誤，你這樣裁人法簡直就不符合公義。現在香港還有公義的嗎？現在來香港被你們搞到黑變白，指鹿為馬，是你們跟我說香港的免費電視是民生最基本的需求，是不可以冧的。其實呢樣係內照天唔需要聽啦。OK， 好，阿本有冇曬？從來啊，上部咧都係要聽呢個內政會議成員話嘅。係咪啲成員？你哋只係向上部你提供意見，最後最終拍板決定嗰個係上部你喎。你啲成員跳曬船啦！有嘢咩嘅時候就推卸責任，咁樣嘅公司冧咗有咩份？冇錯，我哋呢個行業係需要好多人才，就因為你嘅一男子，把到個個人啲夢想冇曬。其實。
大錯特錯啦！要認錯嘅唔係淨係對我，係對所有俾你用語言藝術呃過嘅所有傳媒，仲有一個一個俾你呃過嘅全部人。我知我感覺呢件事咧，應該將佢put behind。你看而家嘅香港，啲人生活得幾咁辛苦啊！一出世就係爭床位，幼稚園啊，就要家長去瞓街，瞓足五日先攞到個報名表啊！有書讀啦，啊，但又要俾你洗腦。只有住板間，喺擺間房咋？到而家，咦？市民最基本嘅免費電視，你搶走我哋嘅 remote？ 大家話，係咪男人？有冇承擔？落台，聽講係。都要按照程序做嘢嘅，我冇㗎。